上毕业领取毕业证书，真的。不会讲什么？你呀、啊，我讲什么话？中文就好了。中文就好了。来过来，我这里中文。对，这样。我讲什么中文？你等一下站正。我看上集好舒服，这里要讲什么？是不是应该面向旁边啊？不错哦，你们这两个配音的很棒哦。是不是这一边？对，这边会比较哦，这个角度。那个陈小汉，那个一线，面向那个丁老师跟。丁涵，对，跟到这边来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那个丁老师这边好不好？这边，哎、欸，来，靠着树干，拿着，二，推开树干，身体不要靠着树干，反而不稳。这里，来，转身，陈宇，还有那个那个谁，陈什么？陈雨桐。雨桐，啊，你面前，哎，对，好来哦，过一个哦，忍耐一下，三二一。啊，还是我们大声喊一下香田国小毕业快乐，好不好？好，预备，开始。香田国小毕业快乐，祝上毕业领取毕业证书，真的。